看，这是我们今天新收编的两只小狗，一只叫黑鼻，因为它的鼻子是嘴巴是黑色的，还有一只是小狼，因为它的外表看起来很像一只狼崽崽，但是现在它背过去了，也看不见它的脸，到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吧。这个同伴，这两人第一次咬尾巴，哎呀，红包也咬尾巴，红包跟他俩聊聊天呗，嗯，告诉一下他们我们是好人，嗯，say bye bye。拜拜，一百天快乐小段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晚上好啊！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小狼还有黑鼻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想把它带回来一起上？其实，首先第一步是因为他们两个大喜欢，其次就是因为他俩，因为他们是两窝子狗，是四只小狗。另外两只好像是说是那个，所以只剩他们两个，他们就每天生活在集装箱下，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也不知道喝什么，然后旁边有一个粪坑，他们就有时候天天就喝那个的水，然后随着集装箱一个一个被带走了，所以他俩就没有办法生活了，所以我就把他接过来跟我一起生活，就是因为我想带过带来他的原因。那么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，不知道那种环境下他俩前情提要，然后后面呢还有很开心的事情，不是这么多的事情。从我后面的开心事就是，其实小狼和黑鼻是我见到他俩的第一印象，给大家取的名字，所以其实也想征求一下广大朋友的意见，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名字可以给大家取。我取小狼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一只狼的幼崽，所以叫小狼。黑鼻呢是因为他的嘴部还有鼻子这一块都是黑的，其他颜色都是棕色，所以给它起名叫黑鼻，比较方便辨认，也好记，所以还给它起这个名字。也是也想征求一下广大朋友们的意见，什么好听的名字，我们换一下，如果要好听的话，我们就给它换一个新的名字，先叫起来也怪怪。然后还有就是昨天想向大家询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就是在养小狗的事情的一些经验呀。试想啊，就是想问问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养过这么小的狗，都是从大狗开始养，所以对小狗这方面我还是不太了解，所以想问问朋友们的想法。小白，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。Hello， 你好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小白。我今天刚来到少年之家，有一些紧张和陌生呢。哎，不要紧张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啊，提问。哎，有什么问题呀？我想问，我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我的好朋友啊？哎，你的好朋友马上就来，现在还差两只呢。啊，提问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大餐呢？哎，你在这里将会每一天都能吃到大餐的，相信我吧，小白。哎，提问，那我的好朋友们什么时候才会来找我呢？哎，别着急，你的好朋友们马上就要来了。哦，提问，那我想知道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洗澡呀？哎，你现在还小，乖孩子，过几天就能带你洗澡了。嗯，哎呀，壮壮的口水有点臭啊。提问，那我想知道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哦？哎，孩子，
你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。我还有一件事再提问一下。嗯，什么事儿你说吧。小狼哥哥、小狼弟弟和棕棕弟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，他俩马上就回来了。你跟他俩还是好朋友对吗？对呀对呀，我好想念他们呀，真的是太想念他们了。马上就带他俩回来了啊，这一天你就在家里好好守着，跟哥哥姐姐们好好玩啊，过一天给弟弟给你带回来好吧。好的好的，那我跟朋友们说拜拜吧。拜拜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今天要去考察，今天要去一趟医院看一下小棕和小狼。哦，走你。很急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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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个。紧急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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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棕棕还好不？今天已经快脱离危险期了。哎，小鸭子也在，马上就能接你回家了啊。小狼，马上就可以接你们回家了哦。好的，还有东东，马上接你们回家啊！给你们准备了豪华大奖，马上脱离危险区，加油！回家等你们啊！再回家了，小狼。哎呀呀呀呀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车有点抖，不好意思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小狼慢点开啊、哦，他俩受不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了。狗狗们的小家布置完成了，接下来就准备让他们入住啦。去看看两位在干嘛？两位在这里，马上等着入住你们的豪华大家吧。小家伙已经成功入住了，不知道他们两个满不满意这间豪宅呢。哎，爸爸的能力有限，只能给你们这么多了。怎么样，还可以不？感谢你俩发表一下你俩的感想呗。因为他俩还是很拘谨，还是很慌，还是很害怕，又从一个陌生的环境拉回来，可能还得再适应一段时间吧。好吧，你俩好好休息吧，别害怕，我们是好人。这边呢是他们的休息区，然后这里是他的吃饭的地方，然后中间这一块就是他的游玩区，还有上厕所的地方，然后这是他上面的储物柜。本来买了一个这个，后来我到了之后才发现他这个原来是放狗砂的，但是狗砂这个东西好像狗并不会用嘛，感觉白买了这个，所以还是换成那个，到时候再教他们好好上厕所吧。跟朋友们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